我这个看你要愿意照就照嘛哈，大道自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，将信雄武，不仁不独亲其亲，不独自己子，子老有所终。爷，那个现在目前的作息是怎么样？哦，非常好，对，大概5:30到6:00起床。第二个呢，起床以后呢就运动，运动就做甩手，每天做六百下，早上呢就是空腹做六百下，做六百下呢我已经做了40年。甩手完了就回家，还要放小狗，放小狗不要喊。我们不是有两个小狗吗？还放小狗。回来呢就是再看一看书啊、嗯，看一看关于这个中国古典的书啊，就是四书五经的、嗯、啊，或者是英文啊，英文这方面的书啊。耶，耶。有光景的看，然后呢？这个7:30左右，大概就开饭，就吃早餐。那时候读中学嘛，因为那个那边要那个有战争嘛，所以就跟着学校，就到杭州去了，去读书了，在杭州住了半年嘛。半年那个，然后就继续的往南走，继续的坐火车到广州，到广州大概住了3个月，那劳共都快把中国快全部都占领了，那我们就坐着轮船到澎湖，然后呢中午就是12点一定会开饭。聊天聊什么了？聊天啊。嗯，大概。因为他不懂韩国话嘛，对不对？嗯。我会把韩国介绍给他听。嗯。带他去吧，去他去哪？在学校当很多的有料，当很久的有料教官嘛，52年吧，是52年吧，51年，我记不太清楚了，就到美国的，到韩国的美国部队去受训。就认识了你奶奶嘛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在那个华侨的饭店吃饭嘛，大家认识了吧？认识了以后在那儿还订婚呢，在饭店里面还订婚呢。这你看，这是证书在这里哦。你看这个古老的东西了。哦，这是结婚的，这是结婚的那个，对，哦对，52年就结婚了哦，这是结婚的，你看。婆婆，君君说可以让你来参加一下，要你来说参加一下，你穿好衣服了吧？好。哦，他要你。不，他问到我们什么发生什么大事？一号麻烦顺口嘞，看看学校问他，那对吧？你看我把资料都找出来了。什么资料？我们在。在那个韩国认识的，还要交这么多吗？不知道，你看看他需要哪一些镜头，那就结婚了。3点钟就到我们的这个社区的楼上2楼去打这个桌球，桌球的时候呢用这个，过去是用这个正手板，现在改为这个盗板。我先说那个活动，
哦，对，52年到这个平东的那个大武营啊，去跳伞，那就要保持跳伞的时候要保持这个什么什么疫苗，除了几枚有先到在那个飞机里边那个运输机里边要先挂钩嘛啊，然后再当到几枚。到几门了以后，然后要是跳叫你跳的话，他说跳，你要出几门呢？要1秒钟、2秒钟、3秒钟，哦，看一看你的伞有没有开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按照这个规定来，这个两个脚要并好，这个然后再着陆要5点着陆啊，对不对？对，脚那个小腿。那个臀部，然后背，哦，然后一个滚翻就站起来了啊。这小孩子好要出门就领。对啊，那就不好办了，对。他哭对了，他哭对了，小孩子有灵感。太大了。结婚了以后还是在学校里当教官以后就到了59年，就调到澎湖去当那个经理连的连长，在那儿又干了2年多，哦，你老爸就在那边生的，那时候我们已经有四个孩子了，四个小孩了，对。哎，你有好不好？哎，有好不好？这哥哥给你陪照片，哥哥，这哥哥。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。选贤与能，将信兄弟。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。是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。鳏寡孤独非异者，皆有所养。男有分，女有归。我其于地也，不必藏于己。礼物处于身也，不必为己。